大家好，我是志明，我是林猫。今天我们来做 Q A， 十万订阅 Q A， 我们现在才要做，现在已经20万了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因为问题非常多，准备了很多问题，对，问题很多，所以我们里面挑选的能重复性比较高的几个问题，或者是我们看的真的是很想要好好的回应你一下的。Go， 第一题，为什么阿玛叫阿玛？为什么叫做皇阿玛的后宫生活？因为我姓皇，他就姓皇。这叫阿玛，因为他就是很霸气，对，就很像皇上。后来还有别只猫，我们就理所当然叫做皇阿玛的后宫生活。狸猫，你的偶像是谁？我自己。会出第四本书吗？应该会吧，可能会。猫志明最喜欢的猫，你最喜欢的猫？阿玛。我最喜欢露露。阿玛最多可以跟狸猫撞头几次呢？阿玛最喜欢哪一个奴才？现在已经事实证明。是我吧？阿玛，陪我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最初是暂时养阿玛，为什么后来越养越多只呢？因为想养。好烂。你们觉得猫咪的什么是最难清的？猫毛。我觉得是尿在不平整的。不，我觉得是尿在不平整的平面的尿。志明有没有被阿玛打过？阿玛不会打我的。阿玛，你不要动口吗？你要乱装什么？不要。好了，他不要，他受不了了。养那么多只猫不会累吗？会。嗯，累。会想把他们给别人照顾吗？会觉得很累，但是不会想要把它给别人照顾。觉得什么时候最有成就感？养猫。就是他们都吃得饱饱、乖乖睡觉的时候，变很胖的时候，对，主动窝在你怀里的时候是最有成就感的。很少，然后或者是晚上主动靠近你、跟你撒娇的时候，也非常非常感动。也很少。你们平常中午都吃什么？扣、坐、便、哒。环保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那个猫咪那个？啊，对。是我常常吃的中餐。你们真的听得懂猫咪在说什么吗？当然。如果志明你猫出门后的一个小时，猫咪们在干嘛？如果你出门后的一个小时，你爸妈在干嘛？两位奴才为什么会认识呢？同学，大学同学。两位奴才是情侣吗？不是，我跟阿玛才是，我跟露露才是。两位奴才都住在后宫吗？我，只有他住在后宫。嗯，发生什么事？好危险哦！我们讲了什么不该讲的话吗？志明可以跟露露握手吗？可以跟你握手吗？我后面从露露，我握到你的手了，露露，好可怕哦！不要不要不要，他不要，他不行啊！哦，我不能跟他握手。如果你们去见面会的时候，猫咪谁顾？他们自己照顾自己。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后宫的猫咪们或粉丝团？想要放弃粉丝团的思绪。猫咪死了，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呢？那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哇，你整段都不能剪进去，他问题还没完。如果你们捡到畸形的猫，你们愿意收养吗？我们不管是不是畸形的猫，我们都不会再收养。对，不能再养了。然后再来这个设置很过分的问题：三角如果再少一只脚，你们会怎样呢？为什么三角会再少一只？它已经少一只脚，你还想要再少一只脚？是变态，好过分哦！警察抓他，他叫做吴念颖。警察来抓他。志明跟狸猫的身高是多少呢？有人想要请问阿玛说，他们有没有专属的粉丝名？我们来问阿玛，是什么？马明。就是你的子名，对不对？你们会永远拍影片下去吗？没有什么是永远。有人说志明手上是刺青贴纸吗？不是刺青贴纸，是露露的刺青。露露，是露露的。拉拉好了。你跟徐佳莹还有联络吗？拉拉。哦，没有。柚子喜欢招娣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的话，为什么不阻止？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好可怜哦。志明跟以前比起来瘦很多，是有减肥吗？是我暴饭。我有瘦一滴滴滴滴。
但是呢，因为我拍照角度都是我都抓得很好，所以我都会让自己看起来是最瘦的状态。我是怎么瘦的呢？我连续一年呢都不吃不喝。想看奴才们跳舞。有跳起有跳舞的感觉吗？还在很像鸡耶。你妈可不可以唱歌？不要，志明唱。那可以唱卢广仲的《鱼》吗？还点歌。鱼啊，我不会唱。看鱼啊，伫遐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到半暝。看鱼啊，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，我对你想来。欣赏的 YouTuber 小热唱让我很开心，我欣赏的好多哦，还有青春点点点。我之前很喜欢看那个阿汉播影片，诱人跟黄小爱，但是我最近呢有发现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疯女人的，想跟其他 YouTuber 合作拍影片吗？没有人要找我们啊，欸，是真的没有人找我们哦，还是大家觉得我们很难相处啊？这可能也不能解用。对啊。收费50万，收费100万我就让你来。摸到一根毛100万。我们可以领养后宫的猫咪们吗？你要领后宫的猫咪，十兆，好不合理。阿玛是什么品种？阿玛是天上天下宇宙无敌至尊米克斯。以上就是我们的10万订阅 Q&A。对，希望还有下一次，下一次就是要等破30万，我会再做下一个的订阅。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么多问题，虽然很多问题都很奇怪。对，但没关系，我们还是会回答你们。那就是大家记得下礼拜的影片是在礼拜四的6点放，就是阿玛跟喂，他在捣蛋，先把他抓过来。嗯，下礼拜的影片是周四晚上6点播，就是阿玛跟我们的频道都是。对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因为下礼拜四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，所以我们才要改到礼拜四晚上6点。好，大家喜欢影片按个赞，然后订阅一下喽。大家拜拜。不止，还要走了。